老板啊，哎呀，你看我跟你那么久了，能不能加点工资？嗯，有多久？才五六年叫久吗？还要加工资，加工资。那我要辞职了哦。你辞职了，你那车贷你有还吗？房贷呢？你有老婆吗？没有哦。没有，你不在这里做，你去哪里做？啊？现在找工作有那么容易吗？那你欠我那么多钱没有给啊？欠有多少吗？反正不知道了，有五六年了，我没给过我。那也不算久啊，五六年。我上个那个员工，我欠了十年，还没给他，现在都没给。我就当给你们存钱嘛，等你需要的时候，我一炮我就打过去给你。哦，嗯，原来老板这么好的，你以为啊？难怪你开路虎。啊，你那个路虎是4.4的，是那个加长版。